爸爸不会这样吗？他要下来啊！你看，你要下来。他们好厉害，一只脚站。要吗？什么？什么？我的天啊！这是有，他有。你要戴一口吗？ 抱不起来。好了好了好了。不是，更大的。看鹿的尾巴什么颜色？你有看到吗？看到只有看鹿的尾巴是什么的？还有长鹿角哎。什么颜色？看哪只？鹿啊。我最近知道是什么颜色。还有长它的鹿角。鹿。 对，还要抓。
真的是冷盘摊到的时候。看看看看，这是野猪。不可以尝。加油！台湾野猪。台湾野猪。可以炸的，但这里选择也不多。又来这一套的。对，我说因为你去那边坐在这里。水水哈，这个是水水水，对，那个是水水，好下来，这个是水Thank you.
好可爱。虾米好，一只而已，很多只，很多只。好了，走了。你在讲旁边足无聊，一直搞笑。太多字了吧？哪里？整排都是啊，好多猴子啊！OK， 把手摸过，然后再摸过。你先打。我觉得他也应该是。哪里？哪里？The phones and mobile phones can dial 1999 directly. Please use hotline 1999 as fully as possible. 再来接一个呀。枪杆度是差不多的。这样的同性恋，他也可以，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就是，一整年都会有穿着假的装扮，但是他的高峰季节是在冬天到六七月份，
再走啊，因为这里在。没有，他是杨曼怡他们来的。杨曼怡有来啊？对啊，杨曼怡是。下来看吗？你看，我先去占位置。啊，小朋友在哭呢。那边扶着推车，我要走。不要！不要动！不要动！不要动！
应该是公的。对对。小车在后面。哎，那我们走那边。你要现在走吗？现在在走。你先下来走走，累累再停好吗？哪有累累？你都还没有走到就累累。那回家了吗？累累回家睡觉好不好？不要看好不好？为什么要开始？为什么？
慢生回家了。我知道。这是你家。我早上九点，我昨天晚上九点到家。你是猴子嘞？不是，你是猴子嘞？我你就去问。他跑上去了。喂？你要不怎么样？我上次到那上次打。帮你拿。那边来的，我们看看。
Les animaux, hein. Tu entends? C'est quoi ça? C'est quoi ce bruit? Thank you.
少从这边绕出来不是一样？对啊，这是上面是老将。哦。你要扮长颈鹿的你就变成长颈鹿的扮对小 baby 了，好不好？还是你要上长颈鹿的？你有看到它多高吗？我们去看长颈鹿吗？我们走过去看它。它上面写字，你看到？你看，然后舌头伸出来，就像叶子一样。
西那边的车站。你要上来吗？去打工。啊。那边的车站。你放阿公去不上，告诉我，放你看你学的对吗？再一次啦。
你会种吗？
犀牛，白犀牛。两只啊，都在这里。两只啊，后面还有一只啊。好像也很久没跟他聊了。
有两种气流。